如何实现儿子的零食自由？今天要挑战的是准备继续开始研究。这薯条是空心的，这是个难题。材料嘛，主要是土豆粉和土豆淀粉，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增稠剂，那配方就靠猜吧。又土豆泥加土豆淀粉，应该能达到合适的粘度和稠度。土豆得蒸到一压成泥的状态，再调个基础的咸香味，土豆淀粉得用开水烫，揉成的面团才能有韧性，因为淀粉不像面粉那样有粘性。如果水不够烫，不是非牛冻流体，就是松散的样子。烫面土豆团跟土豆泥混合，一定要完全揉搓均匀，就能得到一个终极 Q 弹的大面团。我就成功了第一步。再擀成一张1毫米厚的薄片，切成20×80毫米的长方形，我就成功了第二步。就是这个样子。注意看，这不是筷子，它是个方竹签，卷一层油纸是重点。把馄饨皮裹上去，这样也好烤。刀一切，捏一捏，就是个空心方管了。没错，全部用手捏。捏到天荒地老，总算搞定了第三步。这时候趁热赶紧揭下来晾晒，不然可就不好撕下来。晾开之后是透明的，我这猜的配方貌似成功了。过了油纸果然很轻松就能脱下来了，趁半干的时候剪斜角就更像了。成功了第四步的我有点迫不及待了，去浅试一下。好忐忑呀，不会翻车吧？起来了起来了，哇，赶紧压一下，得让它受热均匀。这里有个友情提示，千万不要用塑料网。废了。哇，喷的好成功啊，太好看了，好激动啊，好激动好激动。最后再撒个灵魂的番茄料粉，拌一拌呀，抖一抖，搞定。这还原度还挺高的嘛，脆度也没问题，空心也 OKK。 妈，你说好的暑假的时候带我去吃遍全国各地美食啊？然后呢？现在进不去啊！幸亏我有先见之明，美食攻略都偷偷给你准备好了，就从各地的凉粉开始。这是你的暑假作业，认真对待啊！凉粉。那就从豌豆凉粉大概分两种吧，我们最常吃的就是用豌豆淀粉色的透明凉粉。一次偶然发现有个地方居然把凉粉做成了蝌蚪啊，蝌蚪。其实人家叫粉鱼，把和好的豌豆淀粉水缓慢地浇入烧开的糖水里，快速搅拌变成均匀的透明状就好了。然后需要一个每家都有的篦子，趁热浇到冰水里，就可以上演小蝌蚪找妈妈的桥段了。准备一些冰粉的配料，冰好的粉鱼捞出来，这小身段还蛮可爱的。虽然凉粉拌料汁加油泼辣子才是正道，但是我家那小子还是喜欢甜口的这套组合，还得要多多的红糖浆。不得不说，我觉得这是四川火锅店的必备甜品——凉粉鱼。我这算给你解锁了第一个地狱了啊，我得先品尝一下再说。这蝌蚪还挺好吃，第一个算你过关。下一个是啥？下一个还是豌豆。豌豆凉粉还有一种是用豌豆面粉，哇，袋子一打开就有浓浓的豆香了。用200克豌豆面兑一升水，其实目的也是要沉淀出淀粉，但是豌豆面的粗糙颗粒还是要过滤掉。再次小火云静置到分层，上层水倒掉，只要下面沉淀的这层浆，再烧一升水，放盐就是咸口，挖一半浇到盐水里，那放糖就是甜口了。好像凉粉的做法都差不多呀，都是淀粉糊就要烧开的水里不停地搅拌到顺滑，就可以入模啦。自然静置一会儿也就冷却凝固了。这应该算是云南人必吃的传统小吃豌豆黄凉粉了，咸口的，有蒜泥、黄瓜、油泼辣子，凉拌那不出门也能吃到云南特色的黄凉粉了。这比豌豆淀粉多了豆香味，那甜口的这个直接吃，或者蘸个豆粉或白糖吃，不就是老北京的小吃之一豌豆黄了吗？浓。又解锁两个地方啊！不只是这个啊，这个不是。哎，我吃。这是哪的小吃啊？还挺好吃的，是上海吗？哎，对了，这个不算，这给我补个上海的啊。上海的凉粉。来来来，说一下，说一下你这门牙怎么了？在学校打篮球耍酷，把门牙给磕掉，然后还来个背扣，然后中间做了个引体向上，门牙套网上了，然后就砰。老疼了，你还笑？世界美食千千万，能吃的占一半，只能吃点流食了。那你给我整个草莓饮品不过分吧？给你做一大盆，买了一冬天的贵草莓。原来我家对面的小卖部是最便宜的，这种小草莓最适合做饮品了。加点蜂蜜，冰块是灵魂，多来点。柠檬是提味的，提前泡好的乌龙茶，带着去。现摘几朵薄荷，拍醒一丢，咕隆咕隆。我去浅尝一杯，还是来一大杯吧。哇，看着太渴了。
冰爽。还有一种做法也超好喝，小草莓用糖杀出水分，炒成草莓酱，就是有那种挂杯的效果，也是加多多的冰块，再把养乐多雪碧倒进去。我家到处可见的薄荷、拍醒、柠檬，咯楞咯楞，这个是粉粉的，酸酸甜甜，哇、哦，爽死了！哎呀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喝冰的啊，等冰化了。一脸委屈呀、啊，给，然后我牙没坏，必须得往上面来一百个冰块。给你吸管啊，有吸管就是喝这个，好喝吗？嗯。加入糖拌西红柿有段味，青葱直接啃一口，挖一勺白糖，白银西红柿切块，撒白糖，大勺铲着吃。王者啊、一个西红柿屁股切一刀，不切断，顺着削皮，就跟削苹果皮一样，手然后转圈圈转成一朵花，先放一边，熬个糖先，不要搅拌，熬到琥珀色，倒到刷了油的盘子里，等它冷却个9981秒，边缘缠起来，慢慢提提提提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等定型了就可以松手了。糖杯，刚才削了皮的西红柿打碎，到糖杯里就是黑珍珠级的糖拌西红柿了。如此糖拌西红柿 YYDS 王者他吗？锅里剩的糖加热下，圆环蘸一下，扣到刚才的番茄花上，拉拉丝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，拉出一点点，再来一次，不行，继续，呦呦呦呦呦，这个拉的好高啊，但是破的。 Eventually 起起起，哇，好高啊，塌了。别担心，塑料糖衣围绕着西红柿才是米其林级的吃法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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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就来了，拿东西干什么呀？给孩子买点吃的，也不多。是不多啊，连个硬货都没有。这不挺多的吗？半个不够。那你想吃啥？阿姨改天给你买。改天要，就现在。哎，那边是我超市，走走走。哎呀，你看我也不知道你来，只有青菜了，凑合吃点吧。冰箱里有肉，还有鱼，还有这些。哎，这些也不错，挺好的。啊，你年龄大了，有点记不住了。那晚上咱们就来个海鲜粥怎么样？海鲜干货包，泡一分钟，煮个两人份应该就够了吧？花生油，刚才泡的海鲜干货，加水小火煮11分钟，赶紧把这些调料放进去，捡点便宜的，再煮4分钟。这样呢，我也得尝尝。行吧行吧，哇塞，这3分钟就完成了。哎，这不是那个贼好吃的冷锅串串，哪有不管是加肉还是加面，不都好吃死了？红油真是绝了，嗯，好好吃。我这新买螺蛳粉我还没尝呢，冷水和粉一起下锅煮8分钟，换水之后是汤料包和粉一起煮，红油包最后放，配料一定得多，再点这个青菜，煎蛋不能少，圆满了。哇，这米粉也太 Q 弹了，我必须得先搓一搓。正好粥也煮好了，这粥也太棒了吧。嗯，好鲜。好了好了，这一下够丰盛了吧。哇，阿姨，也只有您才能做出这样的美味。那好吃你们就多吃点，这都给我吧。我以为俩师傅俩都是这